刚才说过，天玄门一行只是想求见桂派掌门林山前辈，有要事想与他老人家求教商议，此外并无他意不轨。咱们照着道上规矩正式拜山，就算你们不想放我们上山，也不用冰冷相见吧。少啰嗦，掌门师兄言道，我是上门正是多事之秋，不许旁人擅进盘田里，否则不管任何任派，一概格杀勿论。你们既然上了三门来，就别想活着离开。哼，好个四象门，竟然如此蛮横无理！应某倒要看看，你们能否阻截我等下山？嘿嘿，那便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好了，弟和师兄们先留下了断后，你快沿着原路下山，通知周师伯和朱师伯，就说盘天岭上确实有变，请他们立刻等你强行攻山，不许再犹豫迟疑。爹，那你呢？爹且战且退，慢慢离开此地。你别担心，爹，快去通知周师伯和朱师伯他们，不然怎么还要迟啊？嗯，我知道了。咦，好像有人先来了，瞧他们的服色。那是我天玄门的道夫，那是我师父和小师妹。是谁？爹，是大师哥。师父，师妹，你们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平儿，不，林少侠，别忘了天玄门现与你毫无瓜葛，在成文上可以改一下。怎么，尊家也是来与天玄门为难的吗？弟子万万不敢，师父何出此言？在你身边的不是你这老人的爱徒风寒月吗？你离开万剑峰不过月余，便勾搭上的四象门。难道还想装痴卖傻，现下情势与我不利，你只需和这些四象门人前后夹击，天玄门便会尽数覆灭于此，你岂不就立了一个大功劳？启禀师父，凤姑娘是和弟子在途中相遇，弟子和四象门师无关系，只是为了向灵山前辈请教才上盘天岭来，不知师父何以和这些四象门人动上手，其中缘由经过，还望师父见告。哼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些家伙不但不许我们上山，还不许我们身离此地。既然他们蛮横至此，大伙也只有刀剑上见真章了。大师兄，前些日子紫云派和周师伯、通红派的朱师伯前时来告，说四象门本坛所在嵩山盘天岭上黑气大作，似是有人在施用邪法妖阵。因此沿路三派一起问个究竟，咱们天玄门找到了些，本想先上山拜见灵山老前辈，不要刚到山门就被这些四象门人阻住。盘天岭上有黑气，这不可能，师父虽精通正邪两派术法，但从不为损人利己之事。我在盘天岭住了18年，并未见过他用任何阴毒法阵，你们想必是看错了。诺亚人不是，除非起莫问。如果灵山老人不是在上面做什么见不得人之事，为何不去动手杀了命口？这分别是做贼心虚，不问可知。风姑娘，这些四象门人也算是你门下师弟，可否先令他们收手罢斗，区域纷争，待会在贫道里如何？他们都是我大师兄的手下，我未必号令动他们，而且他们眼中都带异样红光，显示被某种妖术所惑。我相信师父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但由这种种种事端看来，盘天岭上定然有变，我得去查个清楚。即使如此，我们必会全力助你。我们一行交情匪浅，要带你们上山自无问题，但你师父和师妹既是外人，一伙人留在这又会碍手碍脚，不妨先叫他们下山，
等候我们的消息。可是我师父和四象门人一触即发，此刻他们便是想退，只怕也不容易。那些门人中所中的妖术，并非一时三刻能解，眼下情势危急，我们只好也冲入阵，冲杀一番，让你师父和师妹等趁机退走。至于那些门人，只好算他们倒霉了。既然风姑娘这么说，就这么办吧。师父，盘天岭之变，弟子定会设法查明，只是留在此地诸多凶险，请师父待会边战边退，退向此地，四象门人等就交给弟子，就交给弟子一行对付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花儿，你赶快下山报讯，有你大师兄在后面吊阵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哎，这个时候改口说殷建明是大师兄了，我靠，阴凤人啊，见风转舵啊。大师兄，那爹就拜托你了。小师妹，我一定会护全，我一定会全力护着师父周全的，你就快去吧。我明白了，大师兄，你自己也要小心些。你放心吧。嘿嘿嘿，又来一群送死的，都给我杀杀！大家凝神应战，不要丢了我们天玄门的脸。烦请诸位助阵，我们上吧。我挡着，我们先退到山下去。师傅，这万万不可！这是命令，快走！是。哎，那你怎么还是往下？还好他们的行动力蛮高的。你们这些妖人休想对我的徒儿们下手！喂，我们行动回来了，似乎有戏上演了，兄弟们。打加上这个加还打错，怎么会过啊？好，这边又有一个200块，大家看到吗？好像这边有。在这里，200块存在这里。可爱，我当为什么没来报？原来是这样，给我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阴剑平步天玄门人哈，可以拿到多少的经验值？应该可以破500吧。710，赞哦！好，练等就是要这样练啊。封魔神道，糟糕！给子峰补的话，破多少呢？能不能破？也破700呢？
我靠，超多！基本上补一次都升一次，超猛哎、欸！哇，破一千呢，直接升三等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躲那个四象门人会放法术。这边给阴剑平补的话，可以增加多少天子？应该可以破千吧？破千。升三等，也是升三等，也是升三等。OK， 好，最后一个也是封补吧。应该有五百吧。超多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帮天雄门人补会经验值这么多，那到底怎么算的？二十等啊，二十六，那为什么补阴凤人反而比较低？好，最后一集给凤凰月打。平儿，今日某你和你朋友之助，我们才能平安脱险，真是多谢你们了。师父，这本就是弟子所应为之事，不过此地不宜久留，请师父快带着师弟们下山去吧。你们待会还要上盘点岭吗？是的，弟子答应过要帮风姑娘查明此事，待真相水落石出之后，弟子必会向师父详加禀告。好，这个你就先拿去用吧，咱们随后盘点岭见。啊，谢谢师父。好，咱们随后盘天岭见。哎，第一队竟然被我们歼灭，真是令人意外。不过我四象门也不是好惹的。哼，等着瞧吧。麻烦了。他刚发出的火箭是本门御敌四井的联络讯号，待会便有大批人马下山复原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此地山势险峻，无法一起冲杀上去，如果待在此地迎战援军，突然多伤人命而已。没办法，只好从命道上山了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或许可以避开好几场血战。啊，还有别的路可以上山吗？咱们还可从一条平常很少人用的密道直接上盘天岭，既然要走到那里的话，就不用急急忙忙的，咱们不妨先下山休息一番再说。也好，就这么办。还可以下山休息哦。